连日来的闷热，但是呢，拉内、罗纳尔多、外援，来自丹麦的球员，他在上个赛季的后半，帕布罗加西亚是稳稳的占据多，像这个水田一样，球落在水面上，往往是被吸住。罗纳尔多传过顶球，门将杨志单拳打了一下，欧文，就像那脚后跟一传，离开了皇马，是给卡洛斯，罗纳尔多也回到中场要一下球，在中场呢不和对方过多的争夺和拉锯，这样呢禁区里防守人数比较多。其实应该注意封他的远射，脚头很硬，越位了。公正，就只希望看到精彩的比赛，精彩的球。想传罗纳尔多，这个球被水粘住了，罗纳尔多停下来，再转格拉维森。球到了右边路，门前有四个人在包抄。刚才那一瞬间呢，皇马有很好的进攻机会，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。罗纳尔多，他的跑动还是比较少的，观众可以更舒服的看评论间的罗纳尔多。交给罗纳多，罗纳多一停，三晃两晃，这个球没有。加西亚，罗纳尔多拿球，格拉维森往右路分，齐达内把球踩住，交给罗纳尔多，两个人做配合，还是罗纳尔多拿球，齐达内停球转身再送，罗纳尔多打门，球控得很好，给罗纳尔多，还是给古蒂，罗纳尔多趟了一步，没有打上力量，罗纳尔多拿球传一个过顶给飞哥，卡洛斯主力的左后卫，让队长袖标呢是交给了14号的古蒂。